它的发展分成三个时期啊。第一个时期是属于这个就是清朝末年王世杰啊，这位先贤啊，他从这个金门那边过来我们新竹做第一次的一个开发啊。那时候的开发本身就是他从这个我们新竹市区的那个岸街仔还有这个东门街这一带啊开发开始啊，然后慢慢带着他的族人100多人来到开发这个新竹的北庄跟南庄，然后形成了很多的聚落啊。那这些聚落当然包括了城内跟城外啊，所以这个37个聚落就是后来发展成一个新竹的一个都市的一个雏形啊，这是差不多是第一个阶段啊。那在这个王世杰之后，新竹这个竹县城有3次的一个竹城的这个记录啊。第一次竹城就是永贞11年的时候，竹那个竹子城啊。那这个竹子城的期间，它这个竹子城本身，它因为竹子本身它的一个有它的寿命，所以它在这个永贞11年之后的20年之后，它的这个竹子就等于说有竹子本身它会枯萎，它就死掉。但是竹城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要防御，所以它这个防御功能没有了之后啊，所以后续就开始这些地方的士绅就开始要思考怎么样来再能够建城来防御这个区域，所以后来才有这个所谓的土围跟石城啊，砖石城的一个设置啊。只有原住民的时期，一直到荷兰人来，一直到明政，一直到清领，一直到日本人来，其实它都有发展，而且它都有一定的故事在里面。所以理解新竹市的发展，其实大概就可以理解整个台湾，尤其是北台湾的发展的所有的历程，大概就可以看得到。因为有一些城市其实是比较年轻的，没有办法看到这么远，可是在新竹是可以从头看到尾，也可以看很多的，甚至如果接到民国时期，甚至民国70年以后的科学园区，就是讲现在的整个经济的发展，现在还是领头羊。所以谈新竹的整个历程，其实几乎就讲了台湾的整个历史。这个竹县城的这些聚落慢慢的增加，聚落跟聚落之间，它用什么样来方式来做一个联络？当然就是靠大街跟小巷啊，大街跟小巷啊，那。以前我们这个过去人住的地方叫大厝、大厝、大厝跟大厝，这个中间它怎么联络？它也是靠这个什么内巷，就是大概1公尺左右的那个一些小巷道。这个在以前清朝时代是先有聚落才有路，也就是说路的形成或巷道的形成是由聚落之后才有的。现在要想到新竹淡水厅，所以在1856年就跑到这面墙过去，就建了衙门啊，建了衙门。那时候早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建了土城，用拖杠。建的比原来后来的那个石头城还大很大，而且还有做城楼是用木头做的哦，所以呢，他们来看的结果啊，还是把官府放到这里来，名字还是淡水厅，所以呢，就1856年就来，当初为了因为拖了32年嘛，为了我要下定决心就是要这里。所以呢，在1847年就来建我们的城隍庙，正殿，现在的正殿，就城隍爷坐那个殿，就在1847年的时候建。1848年，那个旧历的8月16号哦落成，然后那一年的11月29号，城隍爷安坐，所以我们的生日就是从
1847年的2月17号开始起，就是动土，一直到第二年的8月16号落成，那一年的11月29号安座，我们有三个生日，最大的生日就是11月29号，啊，城隍庙在官府要来的8年前就开始建。城隍庙那个瘫痪的，以前是用布房的，他以前是用帆布，实质的那个帆布破房。啊，不是长期嘛，安尼落去啊，在民国差不多58年的样子，才盖像现在这样的。他以前城隍庙的里面的各式各样的小吃都有了，啊，有买药的啦，有也有好像在赌博的那个血压顶了什么的都有了，那个很热闹了。要代表新竹就吃贡丸，贡丸，那贡丸就是，不然就是米粉，那个。好像我们出去拜访的那个朱倩平，他在讲我这格雷饼，就是现在的朱倩平。新竹的开头是这样子，没有错啊。然后发展是以那个北门街，哦，那时候就很少说一个街哈，以现在的宽度来讲，那是不得了的。哦，两台那个马车可以这样子互相交错，所以那时候叫做官道。给你的感觉是没有差异很大，但是生活的方式就差异很大，因为以前有一些老行业都已经渐渐不见了。就譬如说以北门街来讲好了，以前北门街它是以佛具店跟那个旧的一些纺织业，还有手工艺的话，就是陶瓷跟米店这些老行业。现在你要去北门街看，大概看不到两家了。啊，这样像我们这条街，以前中央路叫做文艺街，我们最多的就是纸行，再就是笔墨，再就是表贝。好，所以我们这条文艺街就跟这些知识分子比较有往来的行业比较多。那现在没办法，因为你手工业总是没有办法跟现在的工商业的社会竞争，所以它的租金越来越贵，你的行业就会改变。所以它你看这边都比较多电动玩具，啊，再来就是吃的，现在吃的最厉害了。北门街现在已经全部被吃街了，全部都卖吃的了。你要手工艺的已经很少的了。那我最记得，我常跟我儿子讲的，就是说我们小时候，就是国小的时候，去丽池钓鱼，从这里走到丽池去钓鱼，从第一步先找钓竿，钓竿哪里找？妇女会，妇女会旁边有个院子，它有个篱笆，就把它抽下来，就一根，一人就一根了。再来再。那个市党部就现在的美博馆，它是市党部。市党部它以前有个文化炉，那文化炉旁边就有那个回纹钩，我们就回纹钩拿起来磨一磨，就是钓钩了。那再走到那个过东大沟那里去，就找到芦苇，就剪一截芦苇，它就是浮标了，你知道吗？那再过去过东大，过那个东大路，就是快要到公园那里就挖泥鳅。你就挖到了就可以钓鱼了，我们就钓了一个下午了。基本上没什么变了，没什么变化。第一次柏油路，哎，以前就这么大，就这么宽，只是建筑物改了，啊，建筑物现在变成比较新的，翻新的这样子。那街景是没改，那住户呢，大概换了大概50%。其实。夜市盛况不是在那个时候，夜市盛况是在三角公园。三角公园是最盛的时候，
它的周边都是卖吃的，像这个盐业市就是三角公园，那时候在它的两个周边，它的三角公园跟那个武庙啊、哦、关公庙那一条啊，跟这个文庙就是社教馆这一条，这个一条都是卖吃的夜市，那个时候我们叫做夜市，就是小吃，它都可以吃到两三点啊、哦、那是中后期。那中早期是在哪里？在市公所，市公所就是现在的啊中兴百货，中兴百货那一块以前是市公所。我们小时候市公所，我们喜欢去那里，就是看人家卖一些什么有趣的膏药啦，什么变魔术的啦，哦，反正就是比较早期的跑单帮那一种的，那个就比较好玩。那时候都是点油灯，还没有电灯哦，点油灯哦，啊，或者是点那个瓦斯的那种泡水的那瓦斯灯。那个时候，那就是早期的夜市，啊，到中后期就是在三角公园。那后来三角公园一赶走，就变成中正台了、啊。这边就发达是这个卖各自的饲料，还那个那时候我们在卖健康食品的，这各自饲料那时候最棒的时候。嗯、我们这边有买房子啊，那加草路已经太小了啦，人不够了啦。以前要在那边做生意，人家去买，现在发达了以后，那边就少人进去了，就要搬出来了。啊，要是我们对面是鱼市场，哦，这卖鸡的，啊，这边卖冰的，四间卖冰的，这边有那是那个法院的宿舍在里面。我们这有一条路在卖冰的，哦，种树啊，种那个那景秋，哦啊，几座，反正前面都是景秋啊，三轮车是在这边停车，我们叫车子来这边叫的。住在新竹很舒服，新竹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舒服 的城市。好，那所有想去的地方在走路20分钟之内都可以到，去百货公司也好，看电影也好，我去买菜也好，或者是要吃个什么东西都20分钟都可以到。在台北开车20分钟其实都算近的，可是在新竹是走路慢慢散步20分钟可以到的。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我会希望、那时候我爸爸还在的时候，我会希望我爸妈还有带我太太小孩一起回来这个地方。登陆古迹其实有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我阿嬷的娘家，在台北贵德街成天来故居。那锦衣厂行他们在民国95年登陆成士林古迹。那我一个舅舅他就说，把登陆成古迹把阿公的名字留下来。那我想，哦，对啊，我如果把登陆成古迹把我阿公的名字留下来，啊，就有一天也许。这个房子也许我手上不会卖掉，也许我在我儿子把它卖掉了，这个就没有了，周一记没有了，我阿公的名字就没有，在这个地方就不存在了，就很可惜。所以我就去找了建筑师来帮我做这件事情。在我想提一件事情，在我们家很有趣的就是在周一记的这个房子里面，也许是他在1926年要住进来的时候要修 要整理，或者是1935年地震以后他要做整理的时候，应该用了很多的客家的工，因为我们家有很多客家的材料。很有趣，就是我们家有很多，比如说门柱、天花板、窗框，有很多用樟木，这些是客家人用的材料，在我们家其实大量的出现，非常的有趣。哦，反而有一些传统的闽南人用的木料，比如说我们家的梁还是用釜山。可是有很多 的地方用了客家人才会用的材料。好，那所以有些老师会认为，其实当时的新竹其实闽客的和谐或者是共处，其实应该是我觉得在
台湾的其他地方算是很特别的。好，那我觉得在我们家可以看得到这一点。到日治时代又重新规划这个，因为1905年的都市改正计划开始，新竹市的街道重新被日本人做规划，那他们规划的这个都市，所以又把什么原来的石砖城墙或者竹城的城墙或者土城的城墙拆掉，那这个拆掉之后啊，原来这一些城墙的痕迹是不是空出来了？那空出来之后，这一些像这一些空间刚好就变成一个新开的路啊，所以我们有很多新竹有很多的路是原来是城墙拆掉之后变成的路，那这些路如果是小的，后来就变成叫巷道，所以从王世杰一直到我们清朝时代的三次的建成，一直到日本人啊，这个中间啊，形成了许多这个叫做街区，还有这个巷道。那这些巷道到了国民政府来台以后，才真正重新开始去命名啊。那这个命名之后，就变成所谓的文字巷。日本人开发新竹，他是从原来我们汉人的一个生活圈在北门，慢慢移到东门。为什么日本人会把汉人原来北门的生活圈把重心移到东门？因为日本他们的国旗的象征是什么？日嘛，日什么？日出东方，所以他会把这一个他们的一个生活的地方摆在东方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东门这个区域是以前在日治时代比较后来北门地区慢慢没落，是因为日本人把生活的重心，把这个政治的文化的重心摆到东门。刚刚迄阵啊，半醉半剩的了，对。然后去城隍庙，拢会去倒卡，也神倒卡吼，神倒卡较早拢是行迄落纸牌啊。咱个唔是刮牌啊，就是当下你腰大，你比迄落安尼哈，啊，咱个两个倒卡，对啊。啊，倒卡迄阵城隍庙属于较无遐光，较暗，啊，较暗，因为你都行去后庙公馆哦，啊，大家拢嘛两只倒卡，你算牌啊安尼。啊，算牌啊，你迄个是迄个城隍庙的迄落啊。富军这个中山堂，什么小高馆，哎呀，这个、中山堂哦，迄阵大概囡仔时阵拢会当遐着呀，生了结珍珠啊，拢会大家安尼安珍珠啊，大家安尼，他妈甲乌坑涂骹乌坑啊，他妈叠珠啊安尼哈。囡仔的时候，拢是安尼就你游过咯吼，去出一四处看。囡仔的时候，啊，下山买啊，啊，买三块五块安尼，这个教育吼，较济啦，啊。生活大家拢足困苦的啦，无特别什么通好佚佗。啊，做牌啊！你有那佚佗的牌啊？你也无影。真的，迄牌啊，劈的安尼牌啊，有哦。哎呀，哦，我阁唔知。少人在爱捡牌啊，哦，啊拍。安尼哦，牌啊！你赢阿叔，你大部分赢还是等阿叔拢输，拢赢阿叔拢有，拢有哦，好厉害，我都唔知。我出生的时候，印象里面没有赢凿，你知无？没有用木头的，因为新竹市区瓦斯天然瓦斯很方便啊。我印象里面就是瓦斯的，没有什么用。有一个情况是赢凿的，就是大拜拜什么吼，要煮很多的时候照样照。
平常都是用瓦斯的。这其他县市应该是很难想象啊，很想象啊，出席哦，那我要用瓦斯哎，新竹市区就有这个好处。我把小庙哦，干那只修过了呢，边啊头前只修过无只只边，边边是公屋在有诶，只边公屋就是哦，迄阵摊门咧摆，警察来看，去互抓到的人买啊，去去下一人分一间啊，哦，啊走的人无分着啦，走咧，我警察抓去啦，因为咧，迄阵是咱自己诶，啊对面古早毋是是这样诶。只有厝呢，头二楼的厝拄好三角尖，二楼的厝啊，啊，附近对面就是一三角尖的厝啊，讲还佫还佫二楼啦，哦，啊二楼因为车去撞着边的砖洞落去，才拆伊煞，啊无伊三角尖，大家咧卖人个烧金的迄烧金鸡仔吼，鸡咧卖迄金咯金纸啦。啊，这边也有啦，所以你西边啊，你们俩，我在想没有想你们，啊，买六条起来，这是公公公啦，跳到最公园，哦，你讲以前就一直跳到你最公园嘛，啊，公园了后，消防队了后就是，全你这些水里啊这些，那水里啊足深嘛，讲你蹲水。哦，啊！你个公公放门过，大家厝嘛有迄个红光壁，盖顶就有哦。公公就是盖顶就有一个红光壁啦。我讲到大陆来买奇怪店，啊，全变人个，啊，买奇怪。米粉啊，米粉啊。啊，迄阵米粉呢，现在下发店就是有顺丰嘛，我煞加贵啊。遐我大家去嘛咧做利润，啊！伫开边咧拍，咧搞米老有顺风嘛。啊！即马交通较发达，玻璃就会使做咯啊！哦，啊！我做玻璃要摕利润倒来，啥人有迄可能对无？无讲。我祖先第一代到新竹来哈，他是从基隆上岸的，在也是做我阿公啊在做。窑茶的木匠，后来在基隆那边叫那个仙东，是人叫仙东哦，皮划还是在那边窑茶，那、啊、后来就移迁到新竹这个地方来。那、啊、新竹的这个发展方面哦，我在这五六十年来哦一看哦，也没有什么这个，因为新竹行政区域哦太小。啊，人口，因为新竹风太大，人口没办法成长。现在只有我们跟嘉义啊差不多。小时候那个城隍庙人没有这么多。啊，其实戏台也是一样啊，戏台也是那时候的。啊，人啊比较少，但是那个时候有一些这个卖江湖的哈，啊，我记得有一个对酒论的呀，我酒论。从二三十元八百八百的，哦，这新竹市，现在台北我们下那个交流道有一个新竹市的一个商那个卖膏药的商店，那个就是我们新竹人啊。那时候哈、哦，我看城隍庙哈，有一挂从那个那个倒个咧跋脚的，较早坐老火啊，哦这，但名我真袂记，迄加阮差不多。三十岁，你是几百岁了？因为城隍庙没有这么热闹，但形态没变，形态也是一样，只是它，比方说迄卖较早咧卖迄几大位哦，是现在凊彩冲着迄落安尼，大家摆摆底下安尼。啊，现在是有固定，像前面那城隍庙那个水池哦，那个是后来才盖的啦。啊，像那个新福珍呐、啊。也没有什么变啊，它只是翻修而已啊。啊，第一银行也是一样，前面那些二信那边也都是一样的，都差不了多少。你说讲那个到现在哈、哦，新竹哦这个发展方面啊，我看是很平顺啊，没有特殊。我们
是文史工作的人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些历史巷道，经过这两年的一个探索之后，发现真的很悲哀。以前过去的一个甚至很不错的一个街，后来变成巷，那现在巷又变成什么？落魄到变成防火巷，那防火巷就让人家感觉到脏乱，啊，所以其实让我感觉到很难过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政府机关对这一块没有特别去经营啊或管理啊，就是变成一个脏乱的死角。那另外其实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些有历史纪念价值典故的一个巷道，其实我个人觉得啦，其实现在别的县市已经有人在做了哈。其实针对这个巷啊，我是觉得文字巷是可以怎么样跟数字巷同时并存。所谓同时并存，就是说我们在真正使用在这个门牌号码的时候啊，我们是用所谓的数字巷来表达，但是我们对于这一些曾经有过历史有典故的一些巷道，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给它多一个别名的方式，或者说恢复它原来的名字的方式，用以这个文史工作的一个以这个文化资产的一个方式来给它有一个别名来注记它，让后人可以很清楚知道这个地区或这个巷子以前的名称，或者它曾经发生过了些什么事情，这是我觉得政府可以做到的地方。